们鼓掌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们邀请阿晨。好，接下来带来模仿秀。上至国小校园演唱会邀请的艺人有李宗盛。我是李宗盛，是闺蜜的心跳也好，是现实的音乐也好，但我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啊，我是来唱歌不是来讲话啊。费玉清，大家好，小哥费玉清啊。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真情的心早已忘光，怎风不能阻挡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我是章鱼，不是章鱼哥。你说你想要尝甜甜中的要我讲几年了，耐心了，剩下空心菜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要挑食啊！卢广仲，大家好，我是广仲，耶！我只想说，介绍三 rock， 我唱首歌。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遍。你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。佳佳耶，下一位五月天阿信。D-A-A-N-G 改变 A-A-G 改变的换回你为愿你的心跳的不行。周杰伦，周杰伦，而且很开心可以来上次国小，这里的环境不错，那小朋友很可爱，老师们呢，更是热情。只是我记得昨天不是圣诞节吗？怎么今天还是圣诞节呢？哎，不错，过两个圣诞节。哦，不过没关系，开心就好。我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好。邀请的嘉宾有一群卡通人物演唱《光良的童话》。如果知道卡通人物的小朋友呢，可以大声讲出来哦。第一位，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的是骗人的，少女们吧。我不肯认，是你的王子。有时你不会懂，可你说爱我以后，我都丢
天使啊，华伦。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，守护你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奇。相信我们会在童话故事里。最后一位。谢谢。最后邀请一位神秘嘉宾，也就是我本人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成。那我本身呢是一位网球选手，所以接下来要带来有关网球表演，而且是为这次表演而准备的。所以如果有点小失败呢，请大家给我鼓掌好不好？谢谢。接下来，我们隆重欢迎下一位出歌王子韦恩，掌声鼓励。